心靈固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。即係個心咧知道垃圾唔好食，即係譬如已經知道呢樣嘢。但係當喺嗰個環境一聽到句説話，即刻頂唔順，即刻就會負面。其實咧，我會咁樣講嘅，處理思想同埋處理情緒咧，邊樣容易啲咧？思想容易啲嘅喎，情緒難好多嘅。咁點解思想容易呢？佢一路講嘢，我一路話佢係而家咧我都有，如果我有錯，我認錯。而家我睇上嚟，似乎係佢嘅脾氣啦，佢嘅激氣啦，佢咧而家好猛整啦，或者有佢嘅睇法啦。於是咧，佢喺度即係發緊脾氣啦。我分辨到咧，好啦，垃圾唔好食，負面嘅唔好受落。咁呢個我哋可以話俾自己聽。不過咧，佢一路鬧嗰陣時咧，個心咧就會好難受。所以處理情緒咧係難過思想，難過思想好多好多，係難過好多嘅。咁嗱，我再講下關於處理思想嗰度先。處理思想一定要裝滿神嘅恩典。神愛我，神睇重我，我生命好寶貴。我只要行神嘅路，神一定祝福。呢幾點咧係我希望咧個個人都深信，因為呢幾點就係我哋得力嘅來源。而事實上呢、這個世界上嘅人好多時唔係，好多時就話，即係人會話你做得唔好，甚至會話神罰緊你。嗱，神會罰嘅，不過當人一悔改，神就唔罰噶啦。即係好似離離未成都係啫，神都話咗罰啦。當佢悔改咧，神又唔罰噶。神係有恩典有憐憫噶嘛，即係全本聖經都係教呢個真理。但因為人太多喺律法長大，其實基本上。人細個長大都係你唔乖，我唔錫你噶啦；你唔乖，我唔買嘢俾你噶啦。即係總之咧，都係你唔做得夠好，即係我就唔中意你，或者咧一做得唔夠好，即刻指責。所以呢種嘅負面思想已經入曬好多人嘅心嘅，即係甚至好多時基督徒都會入曬呢啲。咁所以就算基督徒咧嗰、那個觀念係咩咧？耶穌救我，耶穌愛我，呢個係恩典。不過一做完恩典咧，一有恩典咧，之後開始你就要聽話咯喎。你要睇聖經，的而且確係嘅。你要睇聖經，你要祈禱，你要遵從神，這個都是真。不過我不會用這個方法同人講嘅。我用個比喻講，當一個人嗱兩夫妻咧，周時都咁講嘅。你又唔洗碗，你又唔執嘢，你又乜乜乜乜，好多啲説話。但係戀愛嗰陣時唔會咁嘅喎。戀愛嗰陣時咧，佢冇做，另一個砰砰聲走去做。因為佢出於愛咧，佢又唔會話：哎呀，我女朋友，哎呀，佢唔執嘢，哎呀，我同佢執嘢真係好慘。佢唔會咁喎，佢會好開心啊！我執咗嘢，佢好開心喎咁。點解咧？佢因為喺愛中啊。點解一結婚就係好多時就律法啦？因為佢嗰個律法本性就會出現翻啦，或者唔使到結婚嘅，即係追咗冇幾耐啦，已經係佢嘅咧，咁已經開始源源不老嘅啦，啲律法就出曬。咁咧就唔係再係恩典啦，恩典咧就會點咧？真係喎，我令佢開心我都開心。嗱，我成我同我太太成日都係咁嘅，我見到佢開心我又開心，所以我做任何嘢都令佢開心，因為我相信呢個觀念，我令佢開心其實係令我自己更加開心。我祝福一個人其實係祝福緊我自己，我係好深信，因為聖經都係咁講啊，以善勝惡。咁所以呢啲觀念就係話有神嘅恩典，同埋咧個人成日輕省。是活在恩典推動的時候，他就不會在壓力之下，就會很輕省去服侍主的。那你也是學到靈的禱告，這個靈的禱告我分開一會先講怎樣靈的禱告得力。好了，這個每天從神得力，即是深信神的愛，活在神的愛，從心底處喜歡神，歡喜神，那這個即是是靈的禱告 一方面，就是說整個心靈喜歡神。咁我去翻嗰個情緒嗰先啦，就思想上我知道佢而家發緊脾氣，佢受緊影響。我睇得到呢個人都係即係譬如佢係有律法，所以佢成日都睇自己又好要求高，睇人又好要求好高。於是我明白佢，我明白，但我明白我唔代表佢嬲佢，因為佢都係軟弱，佢唔知佢自己做緊乜，所以耶穌講嘅説話好好嘅，父啊赦免他們，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，佢哋係唔知道。他不知道，所以他會這樣做，所以我能夠明白了，我就體恤他，體恤我就言恕他，我就能夠善待他，
咁呢個咧就係善待人嘅鎖匙，就係憐恤佢。其實佢都係受好多苦、好多傷害，所以佢會傷害人。好啦，嗱，我思想上我明白佢受咗傷害，不過佢一路發緊脾氣。咁呢個咧就係高度嘅喺裏面處理，就係佢講咩説話，佢一鬧出嚟，裏面嗱我自己都真係好多，即係我發覺第一個反應就係會嬲，呢個人之常情啊，同埋覺得憤氣唔抵。咁喺呢個時候點樣咧？喺呢個時候即係最好嘅方法咧，就係耶穌愛嘅愛。我而家受落佢嘅，即係我唔受佢影響啦。佢鬧我都好，我又唔發脾氣。神是歡喜的，神見到我呢就會很歡喜，他神啊，神就話 你能夠、啊、即是以善勝惡饒恕人是歡喜的，即是話個心裡面一路去親近神，但依然我都會這樣被人鬧完，就算好像我這樣，我轉身都是個心不舒服，那我能夠做什麼呢？我就繼續說不要去想，不要去想，我去想耶穌，耶穌愛緊我，耶穌祝福我，耶穌歡喜我，咁樣耶穌歡喜我，唔受佢影響。讚美耶穌，哈利路亞咁啫，哈利路亞啲重擔吹出嚟，吹有時都幾有幫助嘅。咁同埋咧，有時真係嗰日受傷咧，瞓覺半夜醒都會可能又傷翻。咁咧，但係咧，我就會繼續話俾自己，神赦免我，神祝福我，神亦都祝福佢，我又祝福佢。咁咧，我就一起身。朝頭早起身是很好的，因為神給我一樣東西，就是睡覺是一個恢復 的機會，睡醒覺是好一點的。那我趁那時候感謝耶穌，哈利路亞，我已經輕鬆了，感謝耶穌真好了，有耶穌真好了，我已經輕鬆了。那起碼比前一天好多的，即情緒有時就不是幾分鐘可以處理到，那有些人可能幾個鐘頭，有些人可能幾天，不過總好過幾個禮拜、幾個月、幾年、幾十年。即是話我哋越快，日日喺神嘅愛中，神愛緊我，我唔使介意，一路讓神嘅愛充滿。即是話我唔食垃圾，我食神嘅好嘢，或者係人嘅好嘢，我都可以食喎。嗱，譬如有人善待我，我就感謝神，又多謝佢。我有你做朋友真係好啦，你對我嘅善待我，令到我好得鼓勵。咁即係譬如我幫到個人，那個人又好歡喜，咁呢個都係。對我嚟講都係好嘅食物嚟喎，我見到佢改變，我就開開心心啦，我嘅人咧就輕輕鬆鬆啦。咁呢個都係一種嘅，即係受落好嘅嘢，而唔受落唔好嘅嘢。咁而知覺一樣嘢就係情緒係需要長啲時間，所以自己未咁快恢復咧，都唔好咁怪責自己，而咧去話啊，我都係人，我會有軟弱嘅，但係咧我依靠耶穌，耶穌釋放我嘅靈啦。重擔推出嚟啦，哈利路亞又可以笑啊，哈哈哈哈，感謝耶穌，哈哈哈，或者你就可以打場波出下汗啊，跑下步啊，做一啲開心而健康嘅嘢，呢啲都係會醫治我哋嘅情緒嘅，因為情緒係難好多，同埋另一樣醫治就係潛意識，因為我由細到大啦，嗰啲負面嘅係積聚曬個深層，咁好似個冰山。那個水底嗰啲部分仲大過喺上面嗰部分，咁嗰啲水底部分就咩？以往受嘅傷害，咁呢個需要醫治嘅。其實我自己咧，因為由細個屋企同埋一路成長都好多呢啲傷害，所以我細個嗰陣時開始有發惡夢同埋夢遊啊。咁我夢遊最強烈去到咩位咧？我試過啦，嗰陣時咧我已經去咗聖經大學，我喺嗰度發夢，發夢咧起縫牆。但是起完縫牆，發覺自己企喺縫牆裡面起縫牆啊！起縫牆梗係出邊嘅嘛，我企喺裡面，咁我起完縫牆，我發覺自己封實咗啊！咁我就好驚，我就即刻揾個拳頭打，而一打咧真係嗰，因為嗰啲牆咧就唔係好似香港啲牆硬，嗰啲牆咧係流嘅，一打落去穿咗窿。隔離個同學仲走過嚟，做咩事？嗰陣時以為我即係求救啊！我話冇事冇事，但係原來發覺穿咗個窿。即係我會去到咁嘅位置，就係、是、個潛意識裏面有好多懼怕、壓力啊，或者食咗啲嘢令到我個人緊張啊。咁我咧就一路咧就經歷四年之後，一路耶穌愛緊我，我輕輕鬆鬆嘅，神祝福我嘅，我依靠耶穌，神歡喜嘅。咁就係咁一路咁樣做嘅時候咧，我就發覺咧，我就越嚟越鬆，我發覺咧嗰啲惡夢就離開我。即係呢個就係醫治潛意識啊。同埋我一起身我就耶穌愛緊我，輕輕鬆鬆，開開心心。
同埋我哋真係咧留意我哋周圍嘅嗰種律法主義。律法主義咧真係好嗱，保羅都講：你哋受聖靈係因為你行律法，抑或係因為你信主咧？係神嘅恩典係信主啊嘛，唔係行律法啊嘛。即係但係好多人實際上係用好多律法指控人，令到人咧覺得好受，即係哎呀死啦，冇機會啦，再冇機會。嗱，其實咧，你先所講嗰個人講嘅説話咧，我唔認同嘅。嗱，我會咁話嘅，我會覺得係，如果成個國家嘅人聽話，啊，佢係會失去神最好嘅恩典。不過在呢個世上嘅日子，神都係始終俾人機會，神始終係想人悔改翻返到佢度。只要人悔改，神就祝福翻。嗱，聖經有講到呢、这個呢棵樹三年唔結果，只俾佢三年嘅時間，即係有講到呢啲嘅説話警告。但係咧，當人去聽神嘅話嘅時候咧，依然佢哋可以祝福嘅。咁譬如好似以色列人佢哋聽話啦，結果咧第一次耶路撒冷被毀滅啦，喺耶利米嘅時候啦，第二次後來到耶穌嘅時候啦，耶穌之後啦咁被毀滅啦。但係嗰啲基督徒佢哋行神嗰度，佢哋又蒙福喎。所以有人蒙福，但係依然嗰啲聽話嘅人可以蒙福嘅。所以我自己覺得咧，即係有時我哋都要分辨啊。他們說的說話是不是有沒有律法在他裡面，以致他們會用一種律法的方式。我網上都見過一些影片，就是這樣的。那些影片呢，他是講到去到天堂地獄的，不過呢我看到他很律法，非常律法。怎樣律法呢？他就會講到有個牧師，他說這個牧師呢剩下很少東西神會賞賜和紀念。是什麼事呢？他有次有個很窮的人，他就幫了他、有什麼少少、有些做了一些事做了一些人的身上，那就他大部分都沒有了。這個可以的，不過我又在想，如果他大部分都沒有了，如果這個人真的他幫了這個窮人，神會紀念，即是他都一定跟神有關係，他一定跟神有關係。那他跟神有關係，他所講的教導難道全部都沒有？但是這個網上的影片就講到他就全部做的都沒有，只是他幫了一些窮人，少少的窮人，他就這件事神就紀念。我就會說會不會他們即好像一種好像我會這樣說的。如果一個人的生命，如果我講譬如說一個人面對神，我會這樣說，如果一個人跟神關係有問題，他的侍奉很多是可能完全是不被接納的，也都他可能不得救。不過譬如他得救也好，譬如他動機不好，那他可能很多都會神喜悅。但是這樣的時候，連他幫助窮人神都未必喜悅，即是他不會說那個幫助窮人就好過其他。而如果人就算很多不好，他都有好的，他幫助人，他有些教導，他真的出於好意的去幫人，那些神都會紀念的。但是有些人呢，他們就會在網上買影片，就講到就是他們很多東西都不紀念，只是這麼多東西。那我都相信這件事有時是這樣的，但我覺得他們呢就會令到人覺得哇，真的討神喜悅很難很難。其實我會告訴人，其實很簡單，只要我們的心，神啊，你是最重要，你是最寶貴，我就愛你，我遵從你，我行你的路，我願意祝福人去行神的路，我真心地做，神就歡喜的。即不是難到好像登天那樣，但當然有很多人他的動機錯，他可以是白費的。但是如果他都是有好的動機，他不會大部分沒有的，他總會有，即係有啊，即係都有。如果佢嘅動機係好，就算佢有時有啲錯誤，佢都會有好多係神喜悅嘅。但因為咧，有時有啲影片咧，我都覺得佢好律法主義，就係講到咧，即係嗱，我都會話真係有呢、這個世界上好多基督徒係不蒙神喜悅。我的而且確相信呢樣嘢。
我相信呢樣嘢，有好多人咧，佢哋係唔蒙神喜悅嘅，呢樣嘢係真嘅。不過如果佢真係有心嘅時候咧，佢唔會蒙，即係佢唔會。如果佢有啲咁多心嘅時候，佢譬如佢真係真心幫個人咧，佢依然有好多係神喜悅嘅。咁我覺得有時咧，即係有啲網上嗰啲影片，尤其講到地獄嗰啲咧，佢就嗰個律法好強嘅，就而家嗰啲説話都係好強嘅。咁譬如我聽到你講嗰啲咧，即係好似已經冇機會，已經過曬啦，而家冇機會噶啦。咁我覺得咧，即係我覺得神係咁講嘢，神係會話你失去咗你以往機會，不過你而家悔改，神都俾機會。即係神永遠係俾恩典人，永遠再俾機會人。我就覺得，即係當人一悔改行神嘅路嘅時候，所以我就鼓勵你唔好灰心，即係話死啦，國家失去咗個祝福咯喎，啲人又唔聽話咯喎，哎呀冇曬啦咁。我覺得唔好咁樣相信，而係相信我哋悔改行神嘅路。我努力行神的路，神一定歡喜的，神一定喜悅，神一定祝福我。咁咧，你個人就鬆啦。有啲人講咩説話，唔好睇佢係魔鬼攻擊，係個人攻擊。我受落就係魔鬼攻擊，我唔受落，魔鬼攻擊唔到我。嗱，我其實我四圍去宣教。嗱，我講保羅先啦。保羅去到好多地方，佢都有講到受假弟兄嘅苦啊，係咪？但係你發覺保羅冇喺度成日話死啦！我又受攻擊喎。保羅冇成日咁講喎，而且你睇下保羅啊，即係喺《使徒行傳》同埋保羅書信，冇發覺到保羅喺度啊，即係喺度同呢個啊邪靈去猛咁宣告奉耶穌名呢個邪靈離開呢個邪靈。發覺佢嘅祈禱唔係咁喎，佢成日都係求神嘅恩典。神的恩典臨到這些神的兒女的身上，他的祈禱是向神的。我覺得有時呢是有些誇大了魔鬼的作用，而神的工作他就拉了人做，神的工作是打贏魔鬼，神已經打贏魔鬼了。只要我活在神的愛中，我跟神有好的關係，我不讓魔鬼留地步，神已經打贏魔鬼。在但以理書第十章那裡講到呢，這個波斯的魔君和希臘的魔君有一個穿白衣服的，我覺得這個呢就是基督徒的，他就說米迦勒幫他，因為米迦勒天使長，所以這個不是天使來的，即是說神和天使一起跟魔鬼爭戰。那麼他為什麼會那裡21天都來不到呢？我就覺得是這樣的，是人因為不聽神的話，所以神神如果不是在人之外跟魔鬼對抗，根本魔鬼是完全沒有任何機會，即是一秒鐘都不用。譬如在啟示錄21章那裡20章那裡講到，就是一個天使一條鏈就將魔鬼鎖了，丟了落魔鬼坑，是完全沒有機會。但在人的社會、人的或者教會，神的工作就不是能夠這麼自由暢順。但依然呢，我看雲但以理書，看完舊約聖經，我看完新約聖經，我找不到有些人經常做那些爭戰禱告。但我看到這個屬靈爭戰呢，在《以弗所書》第六章那裡講到什麼？真理、公義、信德、好音行、救恩頭盔、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話，以及靠著聖靈多方禱告，其實都是跟神相連。我覺得有時呢是人用了一個好像對魔鬼誇大了的那種教導，以致呢很多人就經常覺得我要跟魔鬼鬥，我要跟魔鬼鬥。我會跟人講邪靈的，但我跟魔鬼鬥，我看以弗所書第六章就不是我在這裡用耶穌名，這個香港的邪靈要走，黃大仙的邪靈要走，即是不過有人這樣做我又不會去反對，不過我自己就覺得是我們跟神有密切關係，有深信神的愛，全面性行神的路，亦都是在大使命、大戒命、愛神愛人和傳揚福音和建立人的靈命，訓練人去侍奉主，帶住神的能力。譬如耶穌講到禱告關於福音，他說什麼呢？你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，所以那個祈禱不是只是祈禱，打發工人也有工人出去。保羅祈禱，你祈禱叫我開福音的，所以我成日覺得代禱和傳福音和建立靈命是一齊的。
不是分開的，是一起，即是聯合，那就有效的，即是說這樣的時候又更新人的生命，又帶人信耶穌，又看著人改變，那這班人就成為一隊精兵去影響個地方。即是這個是我從聖經我看到保羅都不是只是祈禱的，他祈禱和加上去行曬神所吩咐的大使命、大戒命，即係呢個就係我所睇到嘅。我就覺得咧，喺即係有啲人佢哋將魔鬼嗰個作為咧就誇大，變咗佢嘅工作好似就係成日同魔鬼對抗。我就覺得係應該親近神，即係我睇雲星，我真係揾嗰啲祈禱啊，我發覺唔係咁樣樣嘅，就而係喺神嘅愛、神嘅恩典、有信心。又處理生命，然後咧就行神嘅路，咁嘅時候咧又禱告，有神嘅同在，又行神嘅路咧，咁神嘅即係遵從神同埋侍奉神同埋全福音建立靈命嘅時候咧，神嘅國度就臨在。即係譬如耶穌叫佢出去傳道，都唔係叫啲門徒淨係去宣告天國要降臨，佢都係叫佢去傳道，去教導人，去跟從神嘅。咁我即係呢個我睇法，有時我覺得咧有啲教導會令到人好似覺得魔鬼嘅攻擊好似好難捉摸，唔知點樣先搞得贏魔鬼，好似覺得好唔掂，好慘，好似被打。我真係覺得點解係被打咧？我哋係神歡喜嘅，我哋係打贏緊嘅。耶穌已經打贏，我就同佢一齊咧，我就會打贏噶啦咁。所以我不會覺得我是被打那個的，我是打贏人那個，你為什麼我是被打過呢？那這個呢，這個信心和活在神的愛和神有這種密切關係，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鎖匙。